情报一定要送到。他应该会搞我啦，慢慢打就好了。要杀他的话，应该不是一时半会还杀不死他。龙好像有其他龙吧？有吗？哇，什么三张牌看起来这么烂啊？只能拿九六嘞。夺魂者哈卡，连琥珀都变烂了、欸。琥珀招这个完全不合格哎、欸。琥珀变得好烂哦、喔，怎么这么多垃圾啊？哈卡是双方洗路一个最多之血，然后抽起来之后你会扣3D，然后再洗路两个最多之血回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、欸，他先抽到了，嘿嘿，扣三，洗路两张，哎哎哎，这一场要靠哈卡赢，我不说了，这一场靠哈卡，抽爆他，再抽再扣，没错，再洗再扣。哈卡因对面要死了，哈哈哈！他要把自己炸死了。这一把哈卡因改版第一天，我就用到哈卡了。不准跳哦！我要哈卡因哦，不准跳哦。OK， 神抽闪电风暴，然后我不要再出怪了，我要让他被炸死，绝对不再出牌了。哎呀哎呀，我也抽到了！哎呀哎呀，耶、yeah! ！再扣三，再扣三，再洗两张，还不扣死你？嘻嘻嘻嘻，各位，这个可以发光了，但我不要打，打了他就退了。哈卡再会，哇塞，又让你撑了一回合，我就看你多能撑，我就看你多能撑。不要！我要把他炸死！哎、欸，怎么还没死啊？这武器万一贴了封怒，有点扯啊！怎么还没死啊？那我就金龟奶一圈了哦！哎呦，算换我！现在压力大了，我要死了！赶快奶，赶快奶，赶快奶！这把被先被炸死的人输。谁先被炸死谁输，因为他嗜血术有可能会把我秒掉，嗜血术12+4，耶，嘻嘻，哇，疲劳直接扣歪耶，还有这一招哦，哇塞，直接疲劳循环呢，直接疲劳直接循环呢，哇，好扯哦，这到底什么鬼啊，无限循环哈卡耶，而且法伤一直扣，哎，哇塞，超帅的！